肤品和化妆品是女生最喜欢买的东西。在选择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，有时候买来用了之后才知道不适合自己，有的会满脸爆痘，有的会让脸部越来越糟糕。你有买过别人说好用你却觉得很坑化妆品吗？网友 YSL 的口红是真的很难用，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买，超级沾杯，不持久，喝水就掉，唇又黏黏的也掉色，还不如9.9包邮的，至少它不沾杯不掉色，别说什么贵的口红吃进去安全，那你干嘛不买不掉色的，吃不进去还便宜。现在用的最好的是雅诗兰黛，网友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好用，神仙水好用，倩碧小黄油好用， DHC 卸妆油好用，雅诗兰黛粉底好用，雪花秀的味道好闻，但是用起来感觉鸡肋。雅漾喷雾好用，资生堂的一个香墨水味道的水也好用，成野医生也可以，隐子蜗牛系列我用不好，欢迎分享评论。